那利用这个掩护，他也轻松的得分。哇，这边直接盖下来，魔兽招牌锅。啊，最重要的其实Dwight Howard在得分之外啊，更厉害的就是他在整个防守的一个功力啊。再看一下重播画面，哦，这个球还在上升哦。Good defense. Howard拿球在外围，曾文鼎来守他，这边过掉了，踩进来，用左手上篮得分。Dwight Howard 其实在今天进攻端的部分哦，在一对一的防守，他当然要过要切，只要第一时间没有人来 double team， 他就有发挥的空间了。这个球其实已经三夹了，三名球员去做到一个防守的动作。哦，那他前面做了一个试探步，先把曾文鼎的重心偏到他的这个右侧之后，他再去做到左侧的切入哦。盯人的防守。面对阿巴西的切入，多好来了！哇，今天的黑豹，台湾黑豹，哦，台湾的小野兽啊，今天状况非常好。超过200,000网络球迷的关注之下，会不会打破单场的一个纪录？多好尔，闪过了魔兽的防守，然后这一波我们看到。哦，好啊，一个人力抗中信的禁区两元，算是开花结果。虽然还没有到季末，不过今年中信在技术端的确，那好啊，这边 low pull， 哦，一个顺势的一个底线的切入，哦，一气呵成啊。好啊，一个转身再回给 Davis， 出手中距离再给一次助攻，亚洲第一快手林秉胜啊，好啊的中距离再进。好尔，我现在不采取包夹的一个方式啊，让他投了这一个中路的机会。For three， 很伤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追起来，追起来。好尔，云豹加油！这个最高层次的是得分队，他们也想让阿巴去创造纪录啊。哇，那是一个人单打。扣篮绝对是 NBA 的等级啊！好，这边要放开来打了一对一，结果拉来投三分，Dwight Howard的进攻 ，Dwight Howard 再从他 low ball 来做发动一个转身，哇，双手抱过来投，哇，准备了，罗振峰这边再把球要回来，中距离的出手，哦，郑伟关键的三分球没进，好了，又来了。林伟汉这一个火锅，哇，关键火锅连两锅。3分37秒钟的时间，想做一个阿里又给的盾，哇，全场已经坐不住，站起来了。上了犯规。哦，中心特工的阿巴西还是勇于挑战啊！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哇，这边被挡住了曾文鼎，所以让Dwight Howard直接来到禁区啊！哦，即便已经做了换防，阿巴西拦不住，这来不及啊！完全拦不住，完全拦不住。我想这个球台湾没有人可以拦得住。哦，这个 backspin 已经做到换防。